是我，等我要是我啊！小明，你想怎？奈我个站大声。啊，无代志啦，啊，着最近睏无好势啊，我着想讲。配有这个弹力心经音乐舒眠模式来放轻松节，真正做有效果的啦，水倒来水落面，而且我搁做眠梦的。什么呀？俺不看你的面色，无啥话好嘞，是不是做噩梦啦？这拢爱怪爸啦。为了信泰的代志，拢爱我做动作来证明我家己的清白，我们才会行到作恶吧？爸不是在跟你吓惊啦，昨暗我想鬼妹，这舞会风哦，一旦起心，都无遐简单准度煞。杜真讲，你比甲天边海角，有哪有才调，甲你找出来？你爸，你哪天要上班啊？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是我的亲骨肉，外面哪有可能那足紧看你行两去算账？即摆你踮台湾哦，已经无安全啦，我看还是出国，先避一下风头。哎，我出国，什么时阵啊？我已经帮你订好，今日中昼去日本的机票。今仔日中昼，这么赶紧啊！万新兵，你做遐尼侪歹代志，就安尼想要逃走？哼，无这么简单。飞鸿啊，阿无紧看麦啊，是不是有信泰消息？真啊，金大人，哎，咱车顶讲。妈，你敢有看到？爸是收到什么消息？根本就看无。会让爸这么紧张，搁骚扰人嘞？敢会是跟万新民、白汉良有关系？紧对来看卖就知影。飞鸿，飞鸿，你起来看！哎呀！我陪你来一边做一下检查，好不好？免，我不要紧。哎，小云！啊，镜头那偏偏在这个时阵行起来。行啊，我拜托你，你得替我做一档啊！哦，无论是啥，会用的好，有法多我动一站嘛。上好是用的动半工，啊，若无哦。动两三点钟也嘛会用一啦。我是一个医生呢，哪有可能目睭金金啦？看一个病人啊，未输到甲食毒药自杀嘞。我是人的老爸阿公，我有应该去处理的代志，爱负的责任。我若是无法去完成，安尼我甲死去，敢有啥物无共啊？你着莫阁阻挡我，我需要的哦，是你的帮助啦。哎，医生啊！就因为你是医生，你应该知影，我的病哦，就算讲搁较安怎治疗嘛，干那安尼尔。医病嘛，医心嘛，你得我去完成我的心愿。啊，那安尼哦，跌伫我心肝头的石头，我怎么有法度人搬走啊？你放心啦，到时阵哦，我若还搁有一口气的，我一定随来找你报道，安尼敢会用得？医生啊，拜托你了。
我拜托你，你替我做一趟啊！啊，拜托，拜托。信太，就算是爱牺牲爸爸的性命，我也无惜一切去救伊。奇怪，汉良是到倒啊？你到今晚拢还袂敲电话给我？你是啥？你要做啥？哎，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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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手！你是啥？你到底要做啥？爸，你唔干啦，是万海金融的千金，阁是五三集团的大少奶奶，你规身躯拢黄金的，这么尊贵的身份，谁敢看你？爸妈，你有代志要跟我讲，打电话叫我回去就好啊。阿璇呐，你叫我来吃。你阿婿失踪，爱去点点啊，连门都无门，阁有心情要出国啊去佚佗。我若真正打电话叫你回来，你敢会回来？啥？信泰也袂回来哦？听讲贵人多忘事，你应该袂念。昨晚我去过恁家，拢放袂记啊。自从汪依林出现了，信泰为伊做啥？爸，你毋是毋知影呢？信泰毋若把财产拢乎伊，而且佫把五三集团内底股份嘛要过乎伊，若毋是爸你出来的？五三集团做了当一个卡啦！你讲的拢对啦。依林若是愿意认祖归宗，那恁信泰财产一定有份。无论你是愿意还是无愿意，万一若财产变作遗产，依林拢会当分着一大部分。也毋过信泰若是还阁活咧。伊的财产就袂当听当啊！爸，你是讲啥啦？什么财产、遗产，我听无啦。你听无？好啊，那呢，我就叫你听有的人来讲给你听，好。阿娘，我拄则讲的话，你嘛同意对吗？阿娘，你对阮新民哦，遮尔热心收听，当然无爱吴静玉，你嘛参一卡。新民心内计划，你哪有可能唔知影？啊对，恁之前对阮讲的话哦，对阮帮助真大呢。阿娘，对我大家官讲啥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从抓来这也是莫名其妙。哎呦，拜托主，免着怕啦，这你听你讲老实话哦，我自然帮你离开啦。你只是一个下手人，奉命行事，这本来就应该做，无人会怪你。我真正不知道你在说啥，我承认，谋害金玉小姐的代志，是我脚步打叉，我做不对代志。啊，不过稳当的嘛，已经甲我处罚过啦。讲到处罚，我听讲你予人禁止啦。新民是哭到凄惨落魄，硬要对你去，真正是感天动地啊！我刚才捌听过讲，下骹手人为着主人去死，也毋捌听过讲是主人为着下骹手人去死。我真正是大开眼界啊！哈哈，无迄回事啦，你是听啥我白讲诶？恁的代志肯通人知啊，而且我亲目睭看到，你陪白汉良去病院治疗呢，唔知的人哦、
哦，佫叫是讲伊只是你阿婿。恁阿婿失踪的期间，你走出国，啊，无去找人呢吼？敢讲你干那是要出国去逍遥呢？我无甲白汉良做伙出国啦，可能是拄啊好尔。哦，我也无问恁讲是毋是同齐要出国啊？啊，你煞回答我遐尼顺啊？敢讲你早就知影伊嘛要出国啊？嗯？那是我有甲大小姐讲过我要出国的代志。你莫误会啊！恁两个讲来讲去斗袂起来，即摆在套话，当然斗袂吧？结果。文爸到底人在倒位？我唔知呀，我根本唔知影吴信泰走去倒啊。文爸决定要甲万新明离婚，甲伊见过面了就失踪啊。恁两个嫌疑上大，莫阁想要闪避啊！是谁讲信泰要甲我离婚？无影无食，你是听啥我白讲的？是我，大少爷，啊，我找金信侠。军中令，头去令，唔只系伫顶回啊！恁捧杜家汤害金玉小姐的时阵，会有甲你斗；搁第二哦，我咧刷卡的时阵，大少爷会有哦救着伊。阿叔，无话通讲啊吼，免搁骗啊啦！你甲白阿娘感情哦，已经大家拢知影。就算讲你管那好人，嘛无路用。好好好，我想你，我是甲白阿娘做伙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影信泰到底有啥物证据，我嘛唔知影信泰要跟我离婚啊。敢卖阮提出证据，向你吹牌？你若要继续吹牛。啊，那呢，我就请警方调出通联记录，予你加找边仔找。我是有约信泰包唔对，啊，不过伊都无来啊，所以我就甲伊，阮家己去食饭。我约伊，伊无来，这毋是做正常的代志吗？你讲白惨，你有哪有去？现场阁发生气爆，而且我阁捡到阮爸要送给你的吊饰，这一切拢是你计划的，你就是想要甲伊害死对无？什么气爆？我根本都唔知影，卖搞我无做的代志，乌白塞来我甲汉良的头发顶，你清清菜菜就揢一个七头命。讲是信泰送给我的，你真正是黑白在诬赖我，真正有够可恶的。金明啊，我知你跟信泰感情无好，但不过我自认为无亏待你啊。你想要去倒就去倒，三两天你就回后头厝，我嘛拢无讲声。你若真正无爱信泰，要甲白汉良做伙，咱就做恁去啊。哦，大家好来好去。你若是甲信泰害我，我啥拢无要追究啊！我真正唔知影信泰伫咧倒，你要找人，我会当倒找，而且我嘛会当叫阮爸出面去找人啊！你个地痴，谁甲信泰害我？我爱记人，死爱记尸。Go， 信泰即摆人伫倒？我唔知啊，我是咧啥物拢唔知。真好，我好好问你，你竟然安尼回答我，无要紧，我就用别种方式来问你。该拿出去。是。爸，你听我讲，我真正无。